天继续来玩魔法大陆神兽篇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配方，一上来就送我宝箱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可恶，怎么是空的，害我空欢喜一场，还是赶紧出发探索一下新大陆吧。哇哦，那边还有皮卡丘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小小的眼睛，大大的迷惑，爱了爱了。哎呀，好疼，这里的小精灵怎么一个比一个暴躁，是最近天气太热上火了吗？打不过我还躲不过不成？正好有个武器店，让我看看都有啥好宝贝。打扰了，确认过眼神是买不起的人，只能买个厚实点的小锤子翻翻身了。魔法大陆不学点魔法怎么行？不会吧，怎么都那么难？等等，魔法宝箱，买买买！想要开启宝箱，土块不能少。让我看看都开出些什么好东西。哇塞，四本魔法书，这波血赚！小手枪啦，可恶，上当了。这还有个圣诞老爷爷，这才夏天就准备在这里过圣诞节了吗？等等，有字牌保镖，多一个打手也不错。我的天哪，100一个，要不起要不起，还是先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咦，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啊？我怎么口袋了？我知道了，财神爷一定是被控制了。等我先回办一下救兵，先来个裁决者压压惊。裁决者怎么一动不动，装木头啊？还得靠自己，先买一套钻石套，这就不怕一下就秒了。换上圣药魔法书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擒贼先擒王，可算是解决了。还掉落了一把大盘金，有钱人的愤怒，让我试一试。哇塞，右键发射钱袋，旁边的熔岩战车根本不是对手，两三下就剩个车头了。洗涤一把车头枪，这下就没人是我的对手了。被小猪仔偷袭了，太丢人了！再来再来，这头红烧肉，这头排骨汤，这头弹出排骨，口水都流一地了。这把飞刀我就不客气啦，小石头你别跑啊，尝尝我的小。